朋友们好，环球旅游今天为大家介绍海口。海口是中国海南省的首府，拥有许多美丽的旅游景点。以下是一些值得推荐的景点。一、武功祠，这是一个古老的道教庙宇，位于海口市中心，它是海南最重要的宗教建筑之一，也是当地文化的象征。二、经济特区纪念碑，这座纪念碑是纪念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里程碑，位于海口市区，周围有美丽的花园和广场。三、亚龙湾，这是一个著名的海湾度假区，拥有美丽的沙滩、清澈的海水和壮丽的海岸线，游客可以在这里享受阳光沙滩、海上运动和水上娱乐活动。四、南山寺，这是一个古老而宁静的佛教寺庙，位于海南岛南部的南山山脚下，寺庙内有高达108米的观音像，是世界上最大的观音像之一。五、海南博物馆，这是一个展示海南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博物馆，游客可以在这里了解海南的过去和现在，欣赏丰富的展品和文物。六、骑楼老街，位于海口市中心的骑楼老街是一条保存完好的传统建筑街区，展示了海南传统建筑风格和文化氛围。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精美的骑楼建筑，品尝当地的小吃和特色商品。七、海口热带植物园，这是一个美丽的植物园，拥有众多热带植物品种，游客可以在这里漫步于绿意盎然的花园中，欣赏种类繁多的花卉和热带植物。八、万石椰林，这是一片广阔的椰树林，位于海南东海岸的万石滩，游客可以在这里漫步于沙滩上，欣赏无尽的椰树和美丽的海景。九、海南民俗文化村，这是一个展示海南传统民俗文化的景区，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当地的传统工艺、民族舞蹈和特色美食。十、陵水湾，位于海口市南部的陵水县，这是一个以美丽沙滩和碧海蓝天而闻名的度假胜地，游客可以在这里享受阳光沙滩、海水浴和水上活动。今天的景点介绍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环球旅游的朋友请一定点赞关注，我们下个景点再见。